愉快的一天从天秀操作开始，无尽一出谁与争锋，面前的东皇和芈月马上就要面临他们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伤害。没出暴击，不好意思各位啊，刚才关羽是小猫玩的，大家不要大惊小怪，要知道他跟我的技术还是有不小差距的。接下来由摩根弟弟为大家激情演绎暴击的快感。目前我已经两把无尽，不过现在我们劣势，在劣势的时候我们要稳住心态，千万不要莽撞，所以接下来这一刀将改写我们逆风的局面。三倍快乐斩，给我坐下。哎，东皇，没事，他没了啊。看这些伤害，就算20000吧，一刀20000的输出谁扛得住，看看有没有机会刺杀。哇，三杀刚显示，那就是说没断。芈月大哥，大哥，你等我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五杀了，成全我，就让我打一刀就好了。哇，你居然遁地，是不是玩不起啊？气死我了，五杀都不让我拿，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把这个关羽反杀了。跟上这个劲头，带飞队友想必也不是什么难事，热后包抄敌人是一名优秀关羽必备的技能。我打天秀，抢完人头就溜，不愧是我。又是一波激情的团战，对面既然这么不长记性，那就别怪我手段残忍。小卤蛋，吃俺老夫一刀。在一个气势如虹的关羽面前，等一下，凯被东皇吸到了。这个局面其实很容易解释，凯是开了大招的，我这一刀他应该扛得住，试试看。这种瞬间爆炸的局面大家习惯就好，在人头面前不讲情面，我就是这么一个无情的杀手。哎呀，小意思了，带飞队友就好了。算了，带不动。